亲爱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老三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节目。来，咱整个旧约的故事，差不多拢已经讲过一摆。故事大家已经听真侪真侪啊。来，咱即马规个故事已经讲了了吼。咱知影过去讲古的人就是安尼。那故事讲了了，这个故事背后的重点，咱来讲有啥物忠孝节义，有啥物款的做人的道理，爱去提出来讲。虽然当时的故事拢讲煞吼，咱这个系列，我给伊一个名字，叫做惊天动地啊。为何叫做惊天动地呢？因为要来讲祈祷。我要对这个故事的背后，大家做伙来探讨。对这个过去咱观众朋友已经听过的故事中，咱做伙来探讨吼，要哪祈祷？咱来探讨祈祷对这个世间所带来的影响。如果若讲人类有任何的发明是最伟大的发明，安尼我想这个发明应该是祈祷。但是真歹势，祈祷毋是人发明的。如果咱人类有法度发明一个物件，咱甲上帝沟通，这个发明一定是最伟大。但是这个发明已经有啊，因为这个物件就是叫做祈祷。祈祷咱人甲上帝有法度通沟通，祈祷和原本创造世间的这个神，伊要来管理世间的这个心意，会通来完成，拢总是透过祈祷。什么是祈祷？祈祷就是上帝甲人的沟通。祈祷是咱人要对上帝讲话啦。哦，所以咱人无论啥物信仰，咱拢足想要对天讲话啦。咱想要甲这个天来沟通嘛。那以前若无落雨，古早皇帝伊就爱做一道单。然后在这个祭坛顶，伊就要伫遐求雨，啊，这是比较比较文明的啦吼。啊，你若比较比较像这个番仔的吼，啊，伫遐呜呜呜呜呜呜，伫遐咧叫啊，有无？哦，伫遐咧叫啊叫啊。啊，哪个无落吼？啊，无落可能无太人的番啦吼。来哦，啊，找一个噪音啊，伫遐啊，佮抬落去哦，哦，啊，落雨安尼。这是古早吼，咱人唔知影变啊，无法度处理咱的生活问题，只有求天嘛。啊，求天问题你看袂到啊！那讲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啊！叫天天无差别啊，啊无差别变安怎？为着引起天的注意，害人啊！有时阵害一个红孩啊，哎呀，迄种邪教吼，迄种观念错误，迄就是用迄种的动作来引起这位天公伯啊，引起咱天顶这位神的注意。这个方式拢是无好的方式，真正要让上帝来注意。在基督教用一个上界健康、上界安全的方式祈祷，咱人讲话哦，上帝听得到。啊，这就是无线电的原理嘛，这就是手机嘛，这就是 email 嘛。哦，我今日在这讲的，上帝在天顶伊嘛听得到，因为咱所讲的物件，这个声波吼，声音咪传到上帝遐去啊。咱人甲人讲话，像我即马讲的话，会产生一个声波，像海音安尼。有一个你看不到啦吼，你看不到。我讲管低、管低甲中音，高中低音无同款，三声无同款，像海音有大音、有小音吼，然后会向前进，波浪向前进，这个声音会传到你的耳腔，你会收到，你会收到这个声音，然后呢，透过教育，你想我即马讲这什么意思？我讲这条叫刀啊，刀啊，哎。啊！一个囡仔在遐听，听咧啊刀啊，我知影是这个物件。伊听你的刀啊，我即摆哪甲讲，这个叫做伊啊，伊嘛叫是叫做伊啊，这叫做什么是我好的呀？所以伊是跟他接收一个声音，这个声音是什么意思？这叫做教育，这叫做读书，咱来甲教。哦，所以人类用咱的声音传在空中，传到你的耳腔中，我你听得到，这是足正常的。同款，当咱用咱的心对上帝咧讲话，迄个讲话对象就是上帝。当咱用咱的意念，用咱的心讲神啊，哎，无形中在这个空中也发出一道唔知啥物波，咱唔知啊，哈，一个意念的一个波，咱的心意会怎啊传，唔知哪传呢？传到上帝遐去啊！所以，那是当这个
电台，伊发出一个节目的声音，恁家若有收音机，你甲存落去，只要存到你要听的节目，你就收得到迄个电波，安尼你就听到迄个节目，同款。咱要对上帝讲话，只要咱调整，哦，莫有杂音啦，调整到一个拄好哦，啊，安尼我即马讲话上帝就听到啊。也就是讲，有个人的祈祷，上帝听袂到哦，谁那听袂到？谁那听袂到？因为杂调咧。我咧讲话，谁那你听袂到？我若中一面壁，一堵墙伫啊，杂调咧，我讲话你都听袂到啊。哦，所以我若录音室，也是我咧录影，这个摄影的这个啊棚的内面，如果若有做这个隔音的设备。我讲话外口人听袂到，因为拢有海绵，将我讲的声音怎啊吸收去啊？所以我声音传到遐怎啊传袂出去啊？咱人用咱的心对上帝祈祷，但是有时阵，咱对上帝的祈祷要传到上帝遐进前，哇，炸掉了呀！有物件炸掉了，和咱的祈祷无法度通达到上帝遐。做咱的研究，什么物件炸掉了？如果将这个杂条的物件给拆掉，自然咱的声音、咱的心声就会当达到伫上帝遐。啊，到底什么物件，互咱人的祈祷和上帝听袂到呢？这就是咱直接要来探讨。咱对圣经内面要来看，什么款的祈祷是有效的祈祷？什么款的祈祷要安怎祈祷，互咱人的心声，互咱人心中的渴望，会通直接。传到上帝遐，原本咱人的声音会当直接传到上帝遐。你若拍开创世纪，上帝创造人放伫伊甸园内面，上帝拢定定去找因佚佗。迄个时阵，人甲上帝是无阻碍啦。迄个时阵，人甲上帝感情真好啦。迄个时阵，人甲上帝意念拢有相通的啦。啊，是安怎后来，那会怎无通？是安怎后来？人不爱上帝，是安怎后来人家己享受罪中之乐，至到惹动上帝的怒气，是得用水来毁灭世界。也讲有一日，上帝要搁毁灭的是要用火，也就是战争，要来毁灭这个世界。是安怎来变安呢？人甲神之间问题出在倒位呢？咱对创世纪来看真清楚，出在啥物呢？罪。哦，所以亲爱朋友，我有你一个重要的观念，无论今仔日咱的观众朋友你信啥物教啊，我请你来吸收一个观念：世间有神，这个神爱听咱人讲话，神要来照顾咱人。神若无意思要照顾咱人，你去安怎个拜也无够做？安听有无？如果这位神呐、啊，哦，我即马先卖讲，我咧相信咧基督教的神，我咧讲世间有一位神，如果这位神。伊对咱人无兴趣，啊！你就你讲，今日你个烧香拜拜，伊就甲你保庇嘛？凭啥物？凭啥物？这位神伫个游山玩水，闲了都要插恁兜个代志？当然是你的红包提了大包嘛！哦，问题是上帝敢有咧欠红包？上帝敢有咧欠钱？咱若要拜托另外一个人替咱做代志，一定要提钱嘛？啊，若毋是钱，都予伊好处嘛？哦，阿不，你来替我做这个代志，你来完成，我早间给你。哦，就是讲，那不是用金钱，就是用一个条件跟他交换嘛。问题就是讲，咱人要对上帝祈祷的时阵，讲上帝拜托了这位神啊，神啊，你来给他帮忙。神的问讲，我为什么要给你帮忙？我在这吃饱休闲，我要去给你帮忙，为什么你唔就讲一个理由？人讲阿不，你来帮我，我钱给你。上帝敢有需要钱啊？钱是咱世间在用的呢，伊也无要来吃咱的饭啊，伊也无来带咱的饭店啊，伊也无来甲咱洗咱的三分钟个温泉啊，伊也无要来洗咱的车啊。上帝敢有需要用到咱的钱？无嘛，对不？所以你讲我钱乎你，拜托你给他倒三工，有卡抓无？绝对无卡抓，这个是没有诱因，吼、哦，对伊来讲无啥物用处嘛。你提钱，我要创我这绘本嘛。所以用钱要拜托神明做代志，迄无可能。无合理啦，吼、哦！安尼个，咱个来讲，那咱是毋是当提出其他的条件？
所以在过去莎士比亚写一出足出名的剧本，就是有一个人伊讲啊，无我灵魂卖予你，我灵魂卖予你，卖予魔鬼。啊，你讲魔鬼要咱的灵魂要创啥？因为魔鬼伊要爱咱的灵魂，好亲像做伊的奴才。伊若叫咱唱歌，咱就唱歌；叫咱跳舞，咱就跳舞。所以有一个人互伊娱乐，安尼伊的心会欢喜。所以来交换啦。所以有人讲我拜神，讲神啊，你若这个代志给我帮忙，我才请一台布袋戏，迄是有够好笑的啦。神明是家己袂当请布袋戏哦。难道上帝袂当叫天使出来办一场安尼演一场剧、歌舞剧，像这个美国的纽约同款，演一出有音响吼、哦，啊有这个特效、有魔术、有这个最先进的科技？啊、来演出一出足好看的剧，安尼敢无困难？无困难嘛。所以讲，咱世间讲我用一个歌戏、布袋戏，啊，我请神明，甚至讲我脱离舞笑死人，迄敢无啥物好看？你将神明未免想甲实在是比咱的政府官员还佫较差。所以上帝毋是因为这种原因。所以咱就要先了解，为什么上帝会愿意听咱人祈祷？是安怎咱人？拜神明，咱个拜的时阵，神哪有较做？因为当咱咧个拜的时阵，两个原因，一个原因，就是这个神明原本就关心咱人，所以当咱个拜甲要求的时阵，伊来甲咱帮忙。第二种，就是这位神明真爱享受一种互人拜托的成就感啦。哦，啊，所以你若个拜托，伊就来甲你帮忙啊。伊无要得到啥，伊要得到一个成就感啦。有两种可能，亲爱朋友，真正的神，这个世间真正有神要听咱人祈祷，听咱人的心声，要愿意来，咱讲对天顶落凡来到这个世间，要来给咱帮忙，一定是因为伊听咱人。这个神因为伊听咱人，甚至连你无祈祷，你无讲，伊嘛来给咱帮忙。这就是圣经讲的，圣经讲你也未祈祷进前，这些事项上帝早就知啊，上帝拢替咱准备。啊，魔鬼就是第二种，魔鬼是要得到一个成就感，因为伊想要攀援上帝嘛，因为伊唔是上帝，伊足下的吼，足下讲哦，家己当做上帝，但是无法度啊，伊唔是啊，所以就冒充，伊就唔盲讲咱人来个拜，来个拜托，爱给咱保庇，用安尼。满足伊心中迄个空虚啦，伊个空虚是啥物？伊个空虚就是伊毋是神啦，伊足想要做神的啦，所以心中足空虚的，爱咱人个拜啦。所以这点你若搞清楚，我相信你就会当选择一个正确的信仰。不过吼，讲到这呢，大家也先休困，啉一个茶，等下了继续来进行这个非常。来，欢迎回来老三的节目吼。咱来给大家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啦吼，咱神啊人会当祈祷，因为这个神原本就关心咱人，吼。啊，咱祈祷中间爱用条件来交换，换吼这个神明会爽，安尼这个神明无健康。所以这种的神啊，咱称作魔鬼啊，唔是真正的神啊。那正经这个宇宙中有神，一定是无条件关心咱的人类。所以基督教非常合理提出一个重要的启示，就是人是上帝创造的，所以上帝自然的关心咱，这是唯一也是非常合理的一个答案。哦，如果咱啊无了解这点，你要哪祈祷呢？你都唔知你祈祷的基础是啥物啊？所以咱祈祷的基础真重要，因为上帝疼咱人，因为上帝疼咱人。所以咱人的祈祷，上帝唔只会听。所以这个一般其他信仰的拜拜就差足济啊。其他的信仰，干那咧讲这个神明有搞无？无咧，干你讲这个神明有听你无？你冇听到这其他的信仰，你讲神明会听你？干那讲伊的能力，无咧讲咱的关系。基督教不讲，基督教强调，想做咱祈祷上帝要听呢？因为是咱天顶的老爸啊。
这位神宇宙中创造世间的神，跟咱是有关系的呢？伊创造万物，伊也创造咱。伊是咱伫天顶的老爸。因为这个关系在前，咱才有迄个权利通祈祷。咱才有迄个权利通祈祷。所以啊，因为建立伫这个关系上，咱人类啊写出真侪伟大的剧本啊、作品啊，真出名的就叫做《小木偶》Pinocchio， 小木偶，这是咱细汉时看一个卡通片，就是咧讲一个咧刻红仔的师傅，伊足想要有一个囝，所以后来伊怎雕刻一个囡仔，一个查甫囡仔，然后呢，有一个天师，人讲仙女啦吼，这当然这故事啦，毋是真嘞，有一个仙女，和这个查红仔有生命，生出因囝，所以咱写剧本就是来反映出上帝对咱人的创造嘛。所以上帝做了咱人，所以咱拢叫做是上帝的子儿，所以咱跟上帝有一个敢那亲情关系安尼，因为这个亲密的关系，所以咱来当对来祈祷。啊，什么时阵咱的祈祷会叫动起来呢？有几个可能，头一个就是罪，头一个就是罪。所以如果我们有罪，我们要祈祷上帝不听去了，你会想到创世纪阿东夏娃犯罪了，头一个反应是什么呢？赶紧去捡这些树叶回来，这样用手白白的做一件衣服，为什么？因为感觉自己没穿衣服见效，以前没感觉哦，自从犯罪了后自己感觉自己这样，那叫做无法自我接纳，无法度搁再接纳家己啊，都爱用衫来炸，爱用身份地位来炸，这是人类最大的悲哀啦。啊，第二个反应啦，走去避啦，走去避。上帝来想讲，阿东好啊，你走去对啊，阿东好啊，那无去啊，走去避啊。虽然人类最悲哀就是讲，当咱甲上帝的关系无好，咱人做了唔对的代志。那做唔对代志呢？你讲话甲上帝之间就产生结合，未通啊啦。即像一个囡仔同款，一个囡仔若无做唔对，爸爸妈妈等下拢足欢喜啊！爸爸妈妈等下啊！一个囡仔若做唔对，讲讲破物件，咱细汉就叫做讲破物件吼。啊，即卖囡仔可能是讲破物件，即卖物件拢塑胶嘛吼。即卖囡仔伊可能是有闯别的祸啦吼。比如讲，房间甲你压甲满世界；比如讲，伊食这个红豆汤、绿豆汤，甲你用伊甲规涂骹呢。阿雄雄讲，爸爸回来啊！哇，这个囡仔惊一个怎走去边？啊，你门拍开讲，小朋友嘞，伊拢唔敢甲你应。为什么？人犯罪犯了就是逃走嘛。咱人犯罪了，因为都已经唔对去啊嘛，唔对去，咱无法度搁再来甲改变了嘛。咱所犯的错误，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，咱无法度改变。在这种的情形之下，咱一个人足无奈，咱无法度讲啊，时间甲转落倒转去，转落倒转去，时光倒流，吼、哦，咱过来一摆，咱过来一摆吼、哦，咱做好对，卖阁做唔对，咱无这个能力嘛。啊，都错就是错了嘛，都代志都已经造成啊嘛。咱讲青米都煮做白饭啊嘛，安尼要安怎？头都碎了呀，安尼要安怎？所以人的反应是啥？逃走。走去避的多卡，阿东好，我走去避啊。所以什么情况之下，咱人的祈祷无法度达到上帝遐呢？什么时阵呢？犯罪的时阵。当咱人犯罪的时阵，咱的祈祷就通袂到上帝遐去啊。当一个囡仔犯罪，伊唔敢甲伊老爸老母讲话啊。所以咱人来到上帝面头前呢，爱先认罪，哦。讲上帝啊，我有啥物唔对的所在，你也原谅我，你也原谅我。哦，咱来先求上帝赦免咱的罪。当咱甲上帝这个罪问题解决了，咱的祈祷才有法度达到上帝啊。啊，你讲有啊，我有认罪了啊，我祈祷上帝嘛无听啊。这个另外一个可能性，啥物可能性呢？是安怎你的祈祷，上帝拢不爱插你？你的祈祷先啊，达袂到上帝啊？乌白讲嘛。乌白球嘛，圣经讲做妄球啦、凊彩球啦、乱球啦。迄落敢若一个囡仔，老爸先啊唔听伊话，伊甲老爸讲：“老爸，你摕300万块，我来买一个物件咧。
你笑的，你敢有可能给伊？无可能，为什么？伊在讲笑话啊！有时阵咱的祈祷对上帝来讲嘛是咧讲笑话呢，上帝何必着听咱的祈祷呢？迄是咱咧讲笑话，咱乌白求啊！哦，所以呢，这款的祈祷，我都达到上帝啊。啊，个另外这款的祈祷，是上帝有收到，但是也未甲你回，就是时间也未到。哦，上帝所看迄个上界水的迄个时辰，对咱上界好的时机也未到。安尼边啊，爱忍耐啦。但是足济人的问题就是，伊的祈祷吼，伊唔知影讲，咱人对上帝的祈祷吼，是建立伫上帝的话语呢，是建立伫上帝的话语呢。你若无先建立伫上帝的话语，你乌白祈祷拢无法做。所以祈祷要甲圣经配合，咱有读圣经，有了解上帝的心意，你有认捌上帝，咱的祈祷是用上帝的话做中心，咱的祈祷。是将上帝话语中间所启示的真理，咱安尼提来祈祷，安尼才是有效的啦。哦，唔是讲啊，你咱拢无咧读圣经啊，无咧做礼拜，都来到上帝面头前讲啊，上帝啊，我某某人啦，我老三啦，哇，我即马甲你拜托一件代志吼，安怎安怎安怎，安尼会通无？安尼未通，是安那未通？因为祈祷是咱人甲上帝沟通，你甲上帝沟通，你爱合上帝的意思啊。你若这个物件无合上帝意思，你要哪求咧？你要哪求，你也求无啦。绝对求无啦！你所祈祷的物件，若违背上帝的心意，是无好的。上帝感觉无好，你祈祷变哪成就？无可能嘛！所以会记你，咱的祈祷要有效，就是爱合乎上帝的旨意。祈祷要建立伫圣经，建立伫上帝的话，所以好好读圣经，你才知影讲你的祈祷是对还是唔对。那一个人无读圣经，圣经基础歹，家己乌白祈祷，迄拢无成就，迄当然迄正常嘛。因为你的祈祷不是真理中的嘛，你祈祷一台分轮机在这个海中浮起来，哪有可能、哦、你的祈祷不对啦、哦、这样让大家来了解了解一下真理、哦、关于祈祷还有很多其他的教导，不然为你的钱，为你的健康，为你的事业前途来祈祷。会记得后一集继续收看老三的惊天动地系列，多谢。嗯，阿妹，哦，阿妈你安尼真好祈祷呢，哇，安尼你看我老三的直播安尼，看无偌久尔，你来七啊年啊搞祈祷，那拄着困难的代志吼，自然都会向祈祷咯。对，哦，阿妈你讲一句话真对，咱人的祈祷拢是拄着困难，你若无拄着困难的代志，啥物人要祈祷啦？大家生活拢足快活，你哪有可能讲我一个员工去伫教堂咧祈祷咧？一定拢是拄着困难，像咱阿妈都拄着教育上的问题啦，对咱这个子孙吼教育问题啊，教育问题吼带来经济问题，因为保险嘛爱钱啊，啥物件拢爱钱啊，吼啊经济问题以外，过来是讲囡仔这个感情的问题吼，所以足侪操烦伫心中。我当然想觉得讲做人这样足无简单的吼，迄是今嘛这个时代啦。那阮较早时代足单纯诶，今嘛这个时代真正无简单哦。对啊，所以我伫咧想讲吼，现在咱足侪人吼，伫这个时代愈来愈开始重视这个基督。阿妈，你敢毋知讲即马教会界吼，有诶教会24小时哦，拢有人轮班咧基督。哦。啊，唔多，敢那像这个便利商店同款哦。对啊，因为有诶人教堂较大，经常诶教堂有几千人诶。啊，伊诶会有诶是做早班，有诶做暗班啊。啊，伊教会要祈祷诶代志啊，尔啊济啊。啊，所以呢，教会就有人排班吼、哦。有当时啊，半暝啊，嘛有人去祈祷呢。啊，早啊，作早都有人去祈祷呢。为虾米？这个时代问题伤济，若无用祈祷吼，实在是无法大通赢过。啊！以前咱就是你讲，啊，祈祷就是哦，啊，你足熟练的啦，信主真久才有咧祈祷哦。即马观念拢改变啦，即马拢一个人拄拄入教会，哎，赶紧教伊祈祷吼、哦。因为伊若未晓祈祷吼，伊的困难无法度人甲帮忙，即马大家拢太无闲咧啊。我嘛深深感受，当我伫祈祷的时阵，心中比较较有平安。较袂遮尔济操烦，
哦，所以阿嬷你就是爱将你这个经验分享给你的朋友啊。因为祈祷最好你敢知，祈祷头一个人吼，阿免钱啦；第二，阿免地点啦。吼，你塞车买当祈祷啊，你走路买当祈祷啊，你咧炒菜买当祈祷啊，做啥物代志的时阵拢会当祈祷，迄拢无妨碍。吼，你唔像一般人讲啊，祈祷袂当做别人代志，其实袂呢。吼，你平常时啊，你想到祈祷，祈祷是随时的，所以我感觉祈祷足好诶。啊，无受时间、无受空间的限制哦。半暝啊，困未起咪当祈祷呢？所以阿妈，你即马慢慢啊练习吼，你就愈来愈好祈祷啊。哦，祈祷的代志足济呢，为国家、社会、家庭健康，哦，祈祷未了。对，所以圣经甲咱讲的拢足重要的吼。一个人愈祈祷，伊就愈了解上帝旨意。安尼好啦，阿婆阿妈。咱即马继续来祈祷，阿甲大家讲拜拜，咱来继续祈祷，吼，好，来祈祷，来，祈祷。